首歌就是我看到你啊，我唔知边个讲较好。安怎呢？我问天啦，那是无王女啊，变今日更加红啊。恁爸甲你讲啊，我是无去翕电影院，正拍你家己咧翕电影院了，没有了，我已经拍最后一部电影了。不拍了，不拍了。我知你趁醉了，我起来到阵就知影。去死啦，唱歌啦，我问天。
鼓励，谢谢主播这次大乐队，谢谢你，谢谢王雷哥，谢谢，谢谢。刚才青青大哥是不是有唱了一首是我叫林北啊？对呀、啊，啊，是他自己的歌嘛？是啊，是一首创作歌曲。是在这里，如果大家觉得他现场唱实在是不是很好，呵呵没有啦。七仔一回你不可以这么讲。对，可是这首歌非常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对 对, 对。你想要在家里听，你想要在家里重温，怎么办呢？对对对啊，我们有卖一个 pen drive， 有一个 USB 啊 ，OK， 里面收录了52首歌曲。就是全部都是我们云音店自己作词、自己填词、对，录音室都是自己。